欧服零新招吸客，跌市竟然有钱收。我是九龙站的 ICC。 自私城报告之后，三款陆续开价，而位于屯门兆康欧服零的二一期先推93个单位，户型涵盖开放式到三房套，面积介乎238尺去到693尺，折实的售价由335万去到893万，车价介乎12345蚊去到14448蚊，平均尺价为13288蚊。对比翻同区的二手价，这个价钱算便宜，但是便宜不是今日的最大卖点，而是新地的奇招自开心楼价保障。这件事是什么东东呢？就是当平均楼价指数低于签署临时买卖合约日期的当月的楼价指数，买家就可以获得新地提供的楼价保障。这个计划是适用于新推的所有单位，个保障期由卖楼那刻去到2024年5月，保障的金额最高是楼价的 5%。 即是假设真的买入这层楼，由买入那刻计楼价跌了 10%， 发展商最高补回 5% 给业主。卖楼这回事果然是三雄鸡食话，有传媒访问发展商，称呢批单位是十足信心价，认为楼市嘅利淡因素正喺度减淡，加上出年是美国嘅大选年，减息嘅机会是相当大，亦对后市非常有信心。抽翻出嚟讲啦，首先是自开心楼价保障嘅期限，由买入嗰刻计，其实都是7个月左右。短时间内香港楼价唔太可能有大幅嘅波动。发展商用呢个计划做鱼嚟喺市场营造热门嘅话题，单系广告宣传上既悭咗一笔又大赚眼球，吸引一大批潜在买家。新鸿基钓鱼大师了解一下。其次，就算个楼价真系跌咗 10% 或以上，发展商事后补偿最高都系 5% 俾翻业主，变相嚟讲即系现价再打95折，随份有啫，发展商依然有赚，成个项目有机会系一 Q 清袋，卖到火红火热，既赢得人心，又赚咗真金。新鸿基操纵大师，了解一下。有啲聪明嘅朋友就会问，咁点解发展商唔一开始就现价打95折呢？呢个问题可以搵返当区嘅二手价作比较。楼房湖岭新推嘅价单，开放式就占三房，238尺最平嘅入场价系335万，一房294尺最平入场系413万，两房367尺最平入场系524万，三房515尺最平入场系692万。呢口价拍埋去二手嘅尺价去比，相差唔多。根据中原统计的指数，兆康站现时的二手尺价平均是13170蚊尺，同佢现时卖紧一手楼花旗折实平均价差不多。如果真的跌多10%，用埋个自开心楼价保障，一定比二手尺价平多一折。但是你买紧的是全新楼，而不是买紧1982年或者2000年到而家的二手楼，吸引力是一定有。至于卖成点，我哋拭目以待。我估应该是一 Q 清袋，你哋觉得呢？今日嘅节目就系咁多，我系 Louis， 我哋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下面可以摆鞋，上面就收啦。OK， 手袋嗰啲可以摆落，然后就一字型嘅厨房。OK 嘅，最特色就系有一个拖拉嘅长台啦，咁拉出嚟，咁可以做饭台。呢度都系一个露台位。基本上成间屋一眼睇晒，呢度仲有个浴室，特别少少佢有个窿位可以摆啲嘢咯。